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先忙玩的游戏是《神魔之塔》，那我们现在要挑战黑铁时代，主线第三章第一话。那这次我们用希腊对打 ，Go。不得不以这姿态活下去吗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有谁可以帮我？扶住张幻师、张大四肢，呈大字向后躺到河边的草地，远眺蔚蓝的艳丽的天空，闭上双眼，抛开烦恼的一切，烦恼的一切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好像巨大的东西撞向地面，而且越来越近。不，那力量很熟悉，难道是？哇！张氏在巨影压下来前滚动身体，逃过被压扁的周末。但张幻师刚才躺下的地面就没那么幸运，被巨大铁柱压下来，深深凹陷下去。午夜，哎，竟然被发现，算了，那就光明正大来捉捉他们。魔神兵，给我上！闪光！他是午夜贤者，还有午夜魔神兵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要洗个技能吗？哦，这个这一共有四个回合。哇！好，太好了。因为这一关要消暗属性的腐蚀，所以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好，等下我直接把他带走了。哇，这打得死吗？哈哈哈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我们重新进关卡的时候，发现第一关的敌人不太一样了。我应该可以带走了。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。撑一下，啊，不要带走了。好，第三关。好险！然后攻击力都其实都蛮强的。
开，然后开下去。仙珠有一二三四四颗而已。我就讨厌消这种黑白珠了，你看不太清楚啊。好，一二三四，有狗。好，带走。七康宝，好，全开啊。然后把水珠滤掉好了。光变心。水珠滤掉，好，就这样。过了吧，魔神兵定住召唤师，双眼闪出耀眼的光芒，下一刻身影已经消失，以高速飞扑向召唤师。召唤师站起来一跳，哦，站起来一跳，却想不到这一跳竟比召唤师预期跳得高和远，结果整个人一时失衡，差点跌在地上。意气比之前强了很多，是因为换了这机械身吗？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得到那力量。为此，我要把你这个异类捉过去，好好研究。魔神兵，给我上！闪光！可恶，莫名其妙被弄成机械已经够倒霉了，还想捉我回去做什么实验研究？我受够了！异类们，出来吧！回应召唤师的呼唤，两名异类现身，他们举起武器，正准备迎击扑面而来魔神兵之际，两道黑影突然凌空横入。抢先把想飞扑向召唤师的魔神兵狠狠压下，轰隆隆，沙尘和野草全因此撞击而激起四散，召唤师的视野顿时变得模糊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看来那人没事呢，幸好赶得及。这个怪你要跑去研究别人的机械，不然哪会这么迟？没办法，我的体验之士渴望催促我去研究。哼，幸好那个被你研究和的人和你都是男性，否则一定被对方痛骂。白蒙蒙的沙尘传来一把男生和一把女生，他们互相调侃那语调，那召唤师感到熟悉。很快风吹上沙尘，也证实了召唤师的猜测，他们是米基利和阿列切。好，那我们进行下一关。好，我们进行第三章第二话。那一样，我们用希腊队。Go go go！ 哇，一开始有骷髅头，太可疑了！你为什么认识我们？我没印象见过你啊！一定是西蒙那家伙嘴溜出来吧？那画家一打开就没人阻止他。对啊，市长刚才有介绍你们。哼，回去要教训他，教训一下他。不要把所有事一般脑说给身份不明的人知道。现在不是想这个时候啊！
一团大火自办公横扫而来，米基利左手抓住安妮切，右手拿起召唤师，正脚跳后避开，但衣服下摆沾上火车，安妮切果断帮米基利撕开下摆，扔到河里去。哎，这衣服上星期才刚买回来，是谁偷袭我？各位先生，想不到你这般废铁身手挺灵敏的。在坡上有数十人出现，当中以矗立在中央那只巨型的赤红怪龙最为瞩目。那怪龙像一名魔族扶手，午夜行者见到那魔族，露出惊奇的神色。天火贤者，竟然来这么多人，真想麻烦的，你给我来帮忙。哎，知道了。哦，只不过是一个巨石像而已，怕什么？1,2,3,4,5。好。哇，凶，很凶，还喷火嘞。哦，每次都不一样。哇，感觉好痛哦。这个干嘛？这个干嘛？应该是可以过吧？保险一点。哇，这天降，这个天降。这个字怎么念啊？插字神弦，相同属性的符石。OK， 他应该没有限定说要强化符石啊。哦 ，nice。血不够，血不够多吗？好，我们再一次。好，我们这次用巴朗队来重新挑战。那我们开，科雷，我直接过。
Nice, nice. 呵呵呵。然后暗强化攻击，好，这样直接过就可以了。好。正当张王师等人与魔主先生打得如火如荼之际，远处传来分踏的脚步声，有数十名机械身士兵拿着武器出现，并与天火先生带来的人打起上来。这么慢才赶来，这些士兵真的很没用啊！我就要叫心魔加重士兵的训练量才行，现在打下去得两败俱伤，先撤了为妙。龙神兵喷出火枪，在天火师天火贤者的指使下，天火龙神兵嘴巴开始冒出火光，然后砰地一声朝士兵喷出猛烈的火焰。天火贤者与无焰贤者在巨神兵的护卫下逃离现场，他们带来的人也纷纷逃跑。战士停息，召唤师走上按下心，坐在地上。这时半空出现一道身影，是召唤师的好朋友好伙伴加诺奥斯。吕大师，我找你很久了，你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，没大碍吗？好累，你们想对我怎么样？尹基利和安利切来到倒地召唤师面前，盘起手矗立着，机械双眼闪烁诡异的红光。好，我们继续下一话吧。